新剧并编不是海棠红播出。这部剧中黄晓明的演技获得了一致好评，他这次的演技不仅没有了之前的油腻感，还给大家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。对此，很多网友开玩笑说，黄晓明是洗洁精演技。其实这次晓明哥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陈凤台，网上大家也都说给你创造了一个这个演技的形容词，叫做洗洁精式演技，你有听说过吗？今天让我的这个同事给我科普了一下，我听说这是在夸我。于老师，请问这是在夸我吗？于老师，这在夸你，你看那个清洁剂去油剂就把你的油给去掉了。你说什么？太靠谱了，你怎么都准备好这？对，就一瓶去油剂就给你喷一喷，你就去油了。哎，很多人都说你去完油就变成大汉天子那时候那么帅了。呀，那是在夸我年轻吗？害羞。那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对陈凤台这个角色的认同，也是谢谢大家对这个我的这个用心的认同。